教室哥哥，那今天我接到一个频道观众呢，他私讯给我，他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出了一些问题，但可能不是医生可以解决的问题，所以他来请教我。你要不要跟观众稍微讲一下，就是你身体大概出了哪些状况，或者是你有遇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是不 OK 的，然后才求助于我？去年的年底那个时候跟朋友去溪边烤肉，然后那时候其实都还蛮顺利的，就去烤完肉然后就回来了。可是说在回来的时候，可能在我回家的途中我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车祸，对，然后那一次车祸就是有伤到尾椎，那膝盖这边也有受伤，对，只是说后来就是大概隔不到半年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车祸是7月，然后第二次车祸的时候是在12月，然后那天我第一次车祸的时候，因为发生了嘛，那我们正常就是请警察过来，那过来之后就是帮我们量，然后处理，那在处理在等警察来之前，就是我会坐在路边，然后那时候我只是拍了一张我脚受伤的照片，然后传到我自己跟朋友的群组里面。那因为里面有一个体质是比较敏感的人，他没有跟我们去溪边烤肉，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只是看到那张照片，他就整个就是起鸡皮疙瘩，然后就是隐约啦，有朋友就跟我说有可能我就是去那边的时候带了一些东西回来这样，对，然后隔没多久我就发生第二次车祸。一年内连续两次车祸，半年内，对，还有吗？基本上是这样子，对。所以你是觉得你的运势比较差一点？嗯，因为刚好今年也是犯太岁。那有去安太岁吗？有，后来有安。后来才安太岁。那今年度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时间点的往前推，这几个月以内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是不好的、不顺？就是可能工作啊、感情，然后还有自己心理层面的部分，就是会越来越负面，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做不好，也不会想去做什么事情啊。因为也有人说，不然你就去庙里拜拜什么，其实也都有去，可是状况就是还是这样一直维持，状况还是一直没有好转。对对，就是你可能觉得除了自己运势比较低以外，那是不是有其他东西靠近你啊？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就是身体上的疾病啊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不好的感觉？我之前有长期一段时间，大概也有半年多，就是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。对，然后梦的内容其实有一些醒来还会有点印象，可是就是持续每一天没有断过，然后就维持半年多。同一个梦？不一样的梦，可是就是做梦这件事情没有间断过。那记得内容？现在有点忘记。就是有记得的那一部分大约都是什么样的内容？就是大约他们那个梦的内容是哪一些？梦的内容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，还是说家人，然后自己，然后一些状况这样。因为其实也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也记不太清楚。不过还有就是，可能我很常就是会半夜爬起来，就是睡觉睡到一半，可能2点起来一次，然后可能继续睡，然后可能大概3、4点、4、5点又突然又醒过来。睡不好？对，睡不好。平常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压力之类的？生活上的压力，比如说经济啊、感情啊、家人之类的。多少都有一些些的，不可能完全没有。对啊，应该说每个人对于这些东西他们的这个压力的感受不一样。嗯，就比如说你比较看重家人的话，那家人给你的压力就会比较大，或者是你比较看重你的经济或者是你的感情的话呢，这一方面给你的压力就会比较重。那你觉得这三者里面有没有哪一者是对你来说你比较在意？比较近期的话应该是感情，感情不顺。对，其实要这样子说的话，你要说是这个车祸或者是你去溪边烤肉那影响你的运势的话，基本上你要从那个时候影响到现在是比较有难度。对于那个时候来说，可能到现在有没有不一定，那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测试。
但是你要说去溪边玩被卡到之类的话，你要说它影响的时间跟程度有多少，因为你今天有化妆，所以我稍微有点看不出来就是你大约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对，就是脸部有一些征兆是有迹可循的啦。对，我今天忘记叫你素颜了，素颜的话你可能也不会想要上镜头，没有关系。那初步的感觉就是我刚刚除了在听你叙述你的这些遭遇之后呢，那主要我为什么会请你出来，主要我是说我现场到你本人旁边，我直接去感应你的这个状况，你身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卡到啊，或者是有灵体接近的这种情况啊，就是纯粹可能是你心里面或者是某一个层面上面影响你比较大，比如说感情，比如说你在短短的时间以内发生了这么多遭遇啊，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不断的发生这些事情，然后你一直觉得不顺。其实我希望的是你可以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呢，那有所转运，比如说换个居住的地方，或者是换个这个新的工作环境，就是跟你现在的这些所有的有关系的人事物稍微跳脱一下，改变一下新的环境，那说不定就会比较好。并不是说哎，观众要来找我的话呢，就可能是什么事情发生啊，我不会像宫庙一去就说你卡到音啊，我会直接先分析你的状况，你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就让你自己来，我也是一样帮你做一下净化。那然后我先准备一下，我等一下会点你的两个肩膀，先跟你提醒一下，然后等一下会点你喝一下肾水，有没有东西在你身上？看蜡烛怎么办？如果受不了的话，
加的这个是圣盐。你可以带我去妈妈。把喝完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刚刚帮这个观众净化完以后呢，我们现在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净化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？直接说没有关系。心情上面吧，比较没有那么沉重。你很久没有这种感觉。那。你那个，我刚刚给你的那个这个水，回去可以喝，随时都可以喝，没有禁忌。好，希望你加油。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问我也没有关系。好，虽然我很忙。对，真的。好，今天片到这边，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这个是多问的，我们会剪掉哈。OK，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。